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把打钱拍进去啊！你把打钱拍进去，有差吗？有，你会剪进去。你要重录，就剪掉就好了啦。你要剪掉吗？啊、哦！你没有剪掉怎么办？那你等一下又打哈欠怎么办？不会是我刚刚哪有人起头就打哈欠？Thank you.
Thank you.
你把打哈欠拍进去。有差吗？有，你会剪进去。新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